热爱钓鱼的小伙伴们，欢迎回到 Wild Force 玛丽的钓鱼频道。这是一个水库，几年前呢，我在网上搜到这个钓点，但是从来没有钓过。今天多开了半个小时的车到这里，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块是一个社区公园。哇，那哥们是钓了一条大鱼吗 ？A big winner here, huh? Oh, your lady, you caught that. Holy moly, that beautiful largemouth bass. Yes, sir. Yeah, congratulations. With a living bait or? No, Oh, yes, professional. Yeah. Yes, indeed. A wonderful day and have a great dinner, huh? Yes, sir. 好嘞，我们在这儿试一下啊。我想呢，因为这块是停车场，所以这边应该是特别多人钓。如果我要是去到这一侧啊，就是相对远一些的哦，那儿有一个哥们儿用一个 kayak 在钓。如果到那边的话，效果应该会更好一些。但这一块岸边有一些草区，我想在这儿先甩两杆，带两个杆子，阿布卡西亚的线应该40磅左右的，配着是一根硬杆，中等硬度的杆子。我放了另外一个水滴轮。我估计我在这儿也就钓个一个小时。这块草区不是可惜了啊，这块还可以试一下水面戏。先用德州钓组在这儿看一下。哦，彩虹，乌云，千万不要下起来啊，我在这儿还没钓起来呢啊。这块我就用 flipping 的方式来钓一下啊，砸一下草区。是口吗？是口。哦 ，Yes sir， Holy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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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s sir， 18 inches long。Thank you, help me unlock this fishing spot.Oh my gosh, here you have a hook. Okay. Bye, buddy. Thank you. Bye-bye. It's a great time for frogging.我去，就在这边抓小鱼呢，come here， I'm a frog， oh I saw the fish， rush，刚才我发现这边是有一个水坝的，水坝下边有一条河，很遗憾一点点的水，还是有可能有。哎呦我操，这是有可能有鱼的。先用套窝着试一下。Fish， 哦，就在那里，看到没有？把自己卡住了，哎，又跳回去了。我靠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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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果雨季的时候这个地方放水，将会是更好的一个钓点。Hello， 各位爱钓鱼的小伙伴们，今天的探钓到此结束。停车场这边的岸边会有很多人钓，所以鱼会比较精。德州钓组砸这个草区草洞，选上一条18英寸的。之后呢，我就一直想破解波爬的空心蛙，用了很长时间，但是一直没有咬口。这个饵实在是让我非常之失望啊！最后呢，算是上了半条鱼。OK， 如果大家喜欢我在德克萨斯州野钓探钓的视频，不妨点个关注。我是 Wild Horse 马丽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